种，第一就是老友要联络，老友要联络。那第三个情形是什么？诸位都不够老，诸位都太小了。哎，为什么诸位都那么小，那么年轻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称为老子哦，老子有三个条件，老子有三个条件。什么是老呢？就是不健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老。那基本上要什么？要95岁才可以称老子。哎，有没有人会有抗议啊？有抗议？为什么95岁才可以称老子？否则你都是不够老。为什么是95才可以称老子呢？因为95之尊，这是规定的。这了解吗？所以诸位都是年轻人，40年我们还是年轻人。好，最后我讲一个简单的笑话哈。那么在捐血的时候呢，捐血车子来的时候，那么到这个厂上去捐血，那么捐血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捐250，那今天护士就特别送给他什么彩绘的指甲、彩绘的东西。捐500的时候是什么？是送给他一个手表。然后就有人就很兴奋的就私下问小姐，哎，漂亮的小姐啊，请问啊，我就捐1000cc怎么样啊？1000cc就要得到什么？就要送到台大急诊室了。叫报告到台大急诊室了。报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美丽的同校的，哎，这个杨院长，请留步一下哈。这个杨院长呢，一定来帮我们抽奖一下哈。中文系精彩的演出。各位还不要停啊！
我等这一刻等了40年，所以你们还是要让我再表演一下萨克斯风啊，请各位等我30秒，我去拿我的家伙。